原标题，乾隆的深情是他走以后，有幸却无奈的《延禧攻略》。大结局前一周左右，如意转开播，期待了一整年的剧，看了几集就气了。倒还真不是因为迅哥脸垮得有多厉害，而是剧情设置本身让人频频出戏。有人站出来为其申辩说，小说就是小说，电视剧就是电视剧，编剧本人在访谈里是这么讲的。对这个人物，《如懿传》以乾隆继后兀拉那拉氏为主角展开，可以有一些合理想象，但显然《如懿传》的想象力已经超出了合理范畴，光乾隆皇帝和富察皇后这段就相当不合理。中晚唐时期诗人元稹写过一首悼念亡妻回从的诗叫《离思》，在现代也流传很广，常常被人们用来形容某一任爱得很深的前任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元稹《离思》因为我见过了沧海，其他地方的水就都不叫水了。我见过巫山的云，其他地方的云都不是云了，因为你太好了，在你之后无人能及，没有人再能够取代你。这一句在我心中一直是对所爱之人的顶级盛誉。乾隆十六年1751年，富察皇后去世三周年忌日的时候，他写了一首诗，其中一句是启碧心情中不及，旧书就见旧相投，意思是也不是新皇后真的不如旧皇后，只是我和富察赤是少年夫妻，又情投意合多年，其他人实在是替代不了。富察氏就是乾隆的沧海和巫山，电视剧《延禧攻略》中的乾隆皇帝和富察皇后，而这里这个新皇后指的是兀拉那拉氏，也就是《如懿传》李周迅的那个角色。电视剧《如懿传》中的兀拉那拉氏，因此乾隆和兀拉那拉氏才是真爱推动起来的剧情，在有一定历史常识的情况下显得很滑稽。离思的下半句其实也相当符合乾隆在富察氏过世后的状态，取自花丛懒回骨，半缘修道半缘君，元稹离思，我从花丛中过去也懒得回头，因为他们都不是你呀。电视剧《延禧攻略》中的富察皇后，富察氏过世以后的乾隆私生活非常放纵，纳了很多妃子，其中不光有名门闺秀，还有很多少数民族女子，比如影视剧里香妃的原型容妃就是维吾尔族和卓氏，甚至还有汉人之女。乾隆后宫不遵礼法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纳了汉妃，清代后妃制度是有规定的，不能选汉人女子为妃。《延禧攻略》陆婉婉的原型就是汉族之女庆宫皇贵妃陆氏，电视剧《延禧攻略》中的陆婉婉陆氏原本是个唱戏的，在宫里表演的时候被乾隆看上，封了常在。专门留意了一下，陆氏封常在那年是乾隆十三年，也就是富察皇后过世的那一年。总之乾隆统治中后期的后宫百花齐放，那为什么又说他取自花丛懒回顾呢？他的后宫明明花团锦簇，研究清史的学者张宏杰在《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》中提到了一个细节，乾隆在一道谕旨中提到过，自从富察氏去世以后，他就养成了独宿的习惯，也就是说这些嫔妃被宠幸过后都被赶走了。乾隆御制十二集里有这么一首诗，其来不告去无辞，两字平安报我知，只有丁宁思圣母，更叫顾父惜诸儿，醒看泪雨犹沾枕，竟觉悲风乍拂帷，爱新觉罗弘历。乾隆御制十二集，有一天晚上乾隆梦到了死去的富察皇后，他说，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我在那个世界过得很平安，我对宫里的太后还有这些孩子们也放心不下。皇帝醒后眼泪湿透了枕头，窗外风吹帘笼，更生悲凉。这样的诗还有很多首，乾隆常常在夜里梦见死去的皇后，醒来就把梦里的情景写成诗，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他不再让嫔妃留宿。那些在梦中流着泪醒来的时刻，
是一个男人最脆弱、最真情流露的时刻，但也是居高位者不应有的时刻，至少不应该被看见。尽管富察皇后去世后，乾隆又有了许多新的女人，她们比富察氏更年轻、更娇艳、更风情万种，她们中也有人获得了圣宠，但没有一个人真的走进了皇帝的内心。她才是真正的百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这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失去了他的心爱之人，便从此一放纵宣泄悲伤，弥补内心的空虚。几乎可以说，后来的乾隆有幸却再也没有了爱。很多影视剧将乾隆塑造成一个风流多情的形象，风流也许，多情未必。相反，乾隆同他的曾祖父和曾曾祖父一样，是爱新觉罗家的痴情男儿。乾隆的曾曾祖父皇太极一生痴爱宸妃海兰珠，海兰珠弥留之际，恰逢皇太极在嵩山战场指挥作战，听到海兰珠病重的消息，他无心恋战，彻夜兼程赶回圣境，但也没能赶上最后一面，悲痛欲绝的哭晕了过去。郁郁寡欢的皇太极在海兰珠去世两年后就随他去了。乾隆的曾祖父顺治帝因为董鄂妃病死，差点遁入空门，受到多方阻拦才作罢，但不到半年也去世了，因此才有了后来的圣祖康熙八岁登基。相比之下，乾隆看上去坚强许多，至少富察皇后死后他还活了很久。乾隆55年，也就是富察皇后去世后42年，80岁的乾隆在富察皇后坟前写了这样一首诗：三秋别忽尔，一晌殿酸然，追忆居中困，身一趁孝贤，平生难尽数，百岁望夕颜，夏日冬之夜，远期只念年，爱新觉罗弘历孝贤皇后零泪酒。这种在皇后坟前一表思念的诗，乾隆写了整整一个系列，每一次去祭奠基本都会写。这一年他说的是，人们都说我可以活很久，但我想的却是再过不久就可以和你相聚了。所以其实本质上，乾隆和皇太极和顺治帝是一样的。乾隆13年，富察皇后去世的这年，在历史上被视作乾隆统治的一个分水岭。乾隆13年之前，他效仿的是祖父康熙的宽仁之治，乾隆13年之后，心爱之人的离去成了一个导火索，引爆了他基因里更接近雍正的苛刻暴烈的一面。他放弃了一力治天下的儒家梦想，拿起法家屠刀，开始严惩贪官，打击朋党，革除了很多老臣，其中包括三朝元老张景玉。最严重的几起针对底层文人的文字狱案件，也发生在乾隆13年到乾隆45年间。心理学上有研究表明，一个人的人格在成年之后趋于稳定，但仍然有一些生活中的变故，也被称作转折性事件，会引发人格的改变。失恋是其中一件。乾隆是政治家，统治者的基因原本就存在于他的血液里，我们不能断然说富察皇后之死改变了他的人格，但他的离开绝对是乾隆人生中的重大变故。这一点毋庸置疑，从此以后，这个将康乾盛世推向顶峰的男人不再如官居，四度济南而不入，忍送官居时，朱琴已断弦，爱新觉罗弘历戊辰大行皇后晚诗，四度济南不入城，孔房一入百悲生，爱新觉罗弘历四一皇祖南巡过济南运，这份情谊应当算作一生所爱的。封建帝王的婚姻里没有一心一意这个选项，但性和爱原本就是两回事，甚至婚姻和爱都不一定是同一件事，现代人一样，而一生所爱与爱又有不同。爱是好山好水，但一生所爱是沧海无山，是他们都不及你，不是不能没有你，但不是你终究不圆满。可一生所爱的到底不是人人都有欲得到的运气，一个痴情的爱新觉罗更是世间难寻。 N 校对扇子，新彻图片整理扇子。
新撤返回邹湖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